辛苦的乐师，谢谢。一百公斤年，台北市歌戏观摩会演，那么连续十五天，才接到过大路咯。这十五天非常感谢咱好朋友对着日本活动支持，对着三九馆所办的活动，今年也热烈甲我们捧场的小弟弟姐代表社交馆，以及所有工作人员，直接甲你说多谢。那期待明年再会，谢谢。